啊，林杰。小香。啊，苏慧。趁吴先生今麦保养沈万娟的代志，保伫处理的时阵，有几个代志我想要跟你讲。什么代志哦？阿峰伊甲我讲，伊昨跟踪吴先生去到沈万娟的厝，结果伊看到沈万娟去有救护车再走，后来伊对伊病医，伊才知影，原来沈万娟比这公代志，是讲好加载啦。吴先生内务挂到位，该送去病医急救，阿若无一条命都无去。那也安尼啦，刚才是因为跳过气球，伊才安尼做。我真的想袂到，伊安尼都想袂开。其实我感觉你无需要想过主责，我认为沈曼娟伊会选择安尼做啊，应该是伊精神官能这方面的病有个发作啊，然后佫加上伊甲吴先生做啊一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伊心内有真大压力造成诶，不管安怎，查办沈曼娟那唯一所犯的错误，接受处罚。阿哥，我好了，苏慧，你着伤过良心啊！敢讲你袂记起当初吴全生甲沈曼娟是安怎欺负你诶？当初我去互两个欺负甲遐尔凄惨。确实是因为我伤过良心，即马我嘛只是有沈曼娟感受着一寡我受的痛苦，伊竟然就活袂落去啊！即马想起来，我真正唔知我当阵是安怎行过来。不管安怎，既然啊，你拢已经行过去啊，你就无需要想遐济。过去的代志啊，全部甲放水啦。现在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勇敢坚强继续向前行，这对你来讲这是最好的选择。我知道爸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，我等你看他两个真正的忏悔，替他家所作所为受罪。我有一个杜瑞峰的大妹妹要跟你说，亚洲饭店的咖啡厅见面，见面详谈正义。阿贤啊，想传讯息来。是正义，伊讲伊有一个杜瑞峰的大秘密要跟我讲，因为伫亚洲饭店的咖啡厅。苏慧，一定要记，正义不是一个好人，所以面对伊啊，什么代志千万拢要小心。我知影，我会家较细腻的。为着吴全胜的秘密，我愿意冒这个险。是讲爸，你今嘛看瑞峰的消息？唉，不过今嘛唔那好了，等小兵啊，嘛暗中咧跟踪吴全胜，只是到今嘛被找着。大家拢希望能赶紧找到瑞峰。我相信瑞峰吉人天相，一定平安无代志啦。但就是爸，你家己要注意身体，唔通伤过操烦呢。啊，若无，我即马就先来甲正义见面。你讲吴全胜明仔载甲沈曼娟要伫个教堂办婚礼？正义，有甲沈曼娟签的订单拢写倒来，嘛甲相片传到我，所以应该是假死的。阿爹，你怕什么？阿叔，阿叔，阿爸，小伟，你写讲啥？阿叔爸甲我讲哦，伊最近唔知是安怎，最近意外骨伤，跳个真厉害。我咧劝伊去卫生看一下啦。哎，也无啥，咧副镇头。年纪久啦，我想等下过一下就好啊，无需要去卫生看。我等你烦恼，那小金两个人低调的，明仔早个曼娟婚礼就办不成啊。即马拄好有这机会，请教连天公伯啊，我甲我斗三工。
你安尼想就唔对啦，所以讲无唔对，你身体有病哦，就要做检查。啊那无，病出问题，那就害安尼。我看安尼啦，稍等啦，我看你有陪陪啦，叫伊替你安排哦，做一个全身健康检查，好不好？紫薇，你明天无代志哦，要陪爸去啦。哦，好啊，爸，阿伯明仔我陪你做去做检查。哦。贝哥，多谢你。爸，免客气啦。好啦，我等明天吧，那我先去休息。嗯。爸，晚安。爸，明天吴全胜和陈曼娟婚礼，我希望你配合我，办一次让伊看。你放心。我绝对尽全力配合你。多谢你，我一定要吴全胜得到一个永远无法度放袂记的架势。小兵传简讯来，共同行动。新郎新娘交换手指，你唔叫订婚罪？沈曼娟小姐，你刚是介入别人婚姻的第三者。各位媒体，各位记者，你应该都会记得进入一场记者会，瑞芳的小弟甲小妹要求当场检验伊的 DNA， 来证明伊是吴全胜还是杜瑞芳。检验的结果，嘛确实证明伊是我的红仔杜瑞芳。啊，不过今仔日。伊说：“一个外国人用吴全胜这个名义，甲沈曼娟登记结婚，我真正感觉足奇怪。你到底是吴全胜还是杜瑞峰？你是不是应该好看，还佮小的大将一个交代？”紫薇，你这有白讲啥？我当然是杜瑞峰。干嘛呢？那安尼，咱就来看结婚流程表。尽管现在形容到底是像小兵，麻烦你，七月，这是个人隐私，我袂当回。这
这不是什么个人隐私，这事拢是我知影的真相，好哇。阿姐，我让别当看。好，你把我看不要紧。牧师，你是神职人员，袂应该讲白话。请你伫个遮，甲大家讲个清楚，今仔的神龙到底叫什么名？好，无啥问种问题。我当然是杜瑞峰，这有什么好问的？我是你，是我做唔对，我无个反叛太太，甲万古留底，我犯了全天下奶奶都会犯的错。不过，我对麦琼感情是真实的。我刚才有误会，你个性未好，造成冒犯心理，我要继续生活落去。那是因为有心，所以你才无离婚。真正听袂落去啊！后者甲建功还袂离婚，都公开娶小三。啊，熊熊哥，好生意我真正不想干，爱干啦！唉，劈腿男，讲啥物甲太太个性袂合，啊，个性袂合，搁当互人大巴肚。啊，你嘛想过凊彩啊吧？他的大巴肚就去外口偷食，袂你遮尔狂哦。杜瑞峰，其实你哦袂当算伊一个查甫人。你应该哦，这是笨手。爸，请你听听我主持公道。我家己的阿，竟然在我大班头的时阵，公开安尼侮辱我，我都不知道我今天今天是被安怎生落来。请你听听我告你的孙主持公道。瑞峰，你跟你讲，你现在所作所为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太不是款，我给你写出这款的好事，你真的是真心真情的。所有人的面头前，你承认一切啊！阿公，你妈妈生你饲你，结果你做出这款代志，你敢对得起？我真正替你妈妈感到见笑，因为生出你这种唔正囝。你唔拿欺骗查某囡仔感情，你即马连你的囡仔你都无想要负责任，你真正是无资格做我后生。我拄只怕你，是要跟你跑是不是？我你永远唔敢放过去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是哪是安那？我这里做爸爸的教是你，你报警！你把我搞清楚，这件代事你要安怎处理？你是要跟苏慧好好做伙，还是你真正要娶沈曼娟？我为先打心结哦。若是你当所有人的面头前，决定你要放我放囝，安尼你绝对要付出代价。因为我绝对会支持苏慧，会受你所有财产。什么离婚？我没讲过，我问你这个婚姻。
当作有什么意思？那你给我干嘛出气啊？你把他一面画饼，你画什么呀？你现在骗我信？沈曼娟，你在想要一个完整爱情？怎么你蛮想要完整的呢？你最近应该蛮要经历，还冇讲过你爱情的未记得讲。你心内真清楚，是安怎你阁无愿放手？我交咱的感情，那是阮的代志，像我红婿，就是你唔对。如果你今日能证明你唔是我的红，是阮在想你的十个人，你应该袂，连你家己爱的人叫什么你都唔知影。你讲。今天要结婚的人到底是谁？不管是谁，你爱的人是我。沈曼娟，我真正想不到你是安怎有血病，敢讲我这么大声？你现在自己做这个见笑台，你有想过你后生以后大汉了，会因为你所作所为，干嘛见笑？别看到为我后生阿去，这是我的权。是我跟瑞凤的事，是我的，就是无爱心传闻。哇，这更加使人听不落去啊！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啊，来，今嘛是天地颠倒变啊！后生做人细个人，当正人的面头前骂大宝、呛大官，佮讲我家己袂输，敢那照道理的同款。还佫有啦，最神奇。你今日要娶沈曼娟小姐做伙，安尼你是不是应该当正人的面头前签一个结婚证书，让大家知影讲你是唔硬币？假使讲你若是杜瑞峰先生，安尼真歹势哦，恁某就要告你通奸重婚。啊，假使讲你若是吴全胜先生，安尼阮杜仁德先生甲阿周集团就要告你诈欺，还佮有伪造文书。来。第一很牛，这边好大。杜秘书长，你是莫名其妙嘞！我讲的是杜仁波，虽然你没讲我是另外一个人啊。我再来讲过，我承认是我做唔对，我向白翁太太做这款代志。我是瑞安达沈曼娟，现在答应跟我们结订婚嘞。我被我怕死，被红衣无所谓回应。当初你的行为已经伤害到我，你反背咱的婚姻，搁做到这么超过。我要离婚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今天咱的婚姻失败，也非常大的责任。我嘛一定会争取全部的财产，好好管还我一个公道。苏慧，你慢走啊！我早就应该离婚了。别离，别离，不是你决定。出轨偷腥的人是你，是不是要离婚？我干嘛遵守？好啊，假使你也是无想要离婚，那你就给我尽情过好你的财产，拢当还我。啊，那无，等咱拍离婚官司的时阵，我首先法官还是判还我。瑞峰，我
看你也是个进前苏慧过后你的财产全部用。啊，若无苏慧今天稍微欢迎诉请离婚，到时阵可能拿苏慧一部分，甚至登记在你名下所有财产，你嘛要全部拖出，你绝对拢不值钱。可是我，你当初你真正娶沈曼娟，伊双手空空一无所有，我唔知影你要提啥钱呢？我喺你第一份股权让渡书顶按签名，阿叔你也是不爱签，有个我的公情册，两张利用无权上的行婚来娶沈曼娟。那安怎恐惊？就爱请检警来处理，咱大家就看伊来讲个清楚。乖，乖乖啊！我只是想到，这都是这款代志，我绝对不跟你离婚的。那安尼你就把我签落去啊！那我，等我说清离婚的事。会更加多。好了，回报。啊，现在所有人拢当场看到你，都是对不起苏慧的事。所以你也是光明正大的，啊，若无有这件代志，真正无人我都替你解围。那真正摕太太的财产去外口娶小三哦，就真正上超过啊！即摆行回来拄啊好尔，后来杜丽芳，你应该慎重甲你的太太服侍嘞，啊，搁有甲你的囡仔承认，拢是你的唔对。你也是囡仔所有服侍嘞，啊那无，连我嘛唔知影要安怎替你讲话啊！地下情妇，你对伊无责任无义务，而且咱两个神圣的婚姻，你这世人都没个敢来往啊！